来爬大坑，现在已经爬了大概一半。吃饱饭就来啊？还是叫他练走？小心跌倒哎！大坑六号，然后我们是走六上七下。六号我们是从这里上来，然后走走到现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要从那个风洞石走七号下去。哎、欸，手指好啦。那我们现在继续走。哎、欸，好大力！我们现在往风洞石的方向。小朋友也爱爬，腿力很好哎、欸，超强的，很厉害哦。从小就要开始训练，不然就会跟我们一样脚那种。小朋友已经超越我们了，还叫我们还一直叫我们快一点。现在就是往六号登山口下面往七号这边的景观，这个不知道是台中的哪里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不过蛮适合爬山，因为凉凉的。开心开心！跳蛇公园到了。上次我们在这里有看到孔雀，但是后来再来了两次就没有看到，不知道放去哪里。今天也是有一些人来爬山，大家真的很认真运动哎、欸，太棒了！说到的孔雀，原来在这里耶！他在椅子上休息，有看到吗？可是上次看到好几只，哎，两只，应该是母的吧？公的好像比较漂亮。公的在这里，而且他不知道怎么飞到那个屋顶上面，近看一下。哇，新年快乐哦 ！Hello， 没有理我们。结果跑怎么跑？我们现在要从七号下去，会先走一段这个阶梯，等一下就会比较是缓坡，非常的 easy， 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六上七下的行程。哎、欸，现在没有人了，你走过来一下，你转过来一下。新年恭喜！好，我们已经快要走到七号下，对，所以最后来个吉祥话时间。好的，祝福大家，你先。五年，给你。NGB， 这次祝福大家。我看大吉。好，祝福大家如虎添翼，虎虎生风 ，I love you。